開始緊嘅，係啊，開始緊啦。會唔會聽你第十幾季話？十八，十八季第四集，係終於唔記得啦。好咁啊，終於都可以。其實嗰啲好似未試過一開波就爆 hot toys 喎。係啊，但係因為呢個係上個星期我哋做唔到嘅遺憾咗，呢個遺憾。係，因為呢件嘢真係太正，好少。我好少後悔自己冇訂 Hot Toys 㗎。我反而覺得你係咯，你好少會讚 Hot Toys 一件產品咁係，而且係啦 ，Batman 已經出過好多次啦。係。咁但係今次呢、這個係一個遊戲機嘅其中一個本身其實都係 Arkham Knight 個 game 啦，咁佢有一個DLC 嘅 skin， 就係其中一個 Batman Beyond 裝甲，係就有呢個咁精彩嘅。產品出咗啦，因為我後生嘅時候咧，就都幾中意睇 Batman Beyond 嘅。1999年，係啦，雖然我唔係好記得啦故事，咁大概就係講即係阿 Bruce Wayne 就好老啦已經。係年邁嘅 Bruce Wayne， 佢唔單止係退休，佢係退休咗好耐好耐啦已經。咁啊，但係咧就即係仲在生嘅。咁啊，個男主角咧就係一個中學生嚟嘅 ，Terry 幾歲啊？咁啊叫Terry McGinnis 啊，定 McGinnis 咁樣嘅。McGinnis 啊。咁啊。佢就即係都係好啊，好有正義感啊！但係佢除咗正義感之外咧，佢雖然佢唔係好似佢就絕對唔係好似 Bruce Wayne 咁聰明嚇，咁即係即係冇佢咁 smart 啦。係啦，佢唔係個有即係佢比較係啱相反，佢有啲似日系嗰啲啦，少年主角嘅，即係熱血衝動熱血，但係好有愛心嘅。咁佢當初即係唔打唔撞咁入咗去呢個 Bruce Wayne 嗰間大宅嗰度啦。咁點解佢會發現到個 Bat Cave 咧，即係個蝙蝠洞咧，都係因為佢想拯救，即係想救翻一隻被困嘅蝙蝠。即係嗰下你係覺得啊，呢個男仔係好有愛心，因為你睇即係美國嘅動畫咧，好少係會著重喺呢一點上邊，即係愛心啊嗰樣嘢嚇。咁所以佢嗰個男主角個設定係幾好嘅。咁同埋個樣都，就算我哋睇慣日系動畫嘅人咧，都覺得個男主角個設定唔抗拒嘅，幾靚仔嘅，即係唔係啲阿叔啊，即係 Transformers 咧，即係Optimus 嗰啲白聲啊咁樣。咁你卒之有一個係後生仔又幾靚仔嘅男主角啦咁樣。咁但係當時動畫嗰套衫咧就簡單得好緊要嘅，好似一個黑影。其實根本就係一個黑影，見到一個紅色嘅 bat sign 完，同埋佢唔知嗰個黑個呢個嘴咧，我哋睇慣咗蝙蝠俠係露咗個面皮個面肉出嚟噶嘛，咁但係佢咧就係黑黑菇啦，係啦，咁就係其實佢呢個都係即係尊重翻嗰個原設啦，所以佢個面罩咧嗰個鼻同埋嘴咧。都是黑色的，那我就不太記得動畫裡面有沒有解釋過為什麼他的面罩這裡是會黑色的，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烏嘴的關係。那個設定，其實動畫設定呢，我就麻麻地的，說真的，即是我覺得可以複雜一點，即是看慣起碼有腰帶有靴啊這樣嘛。但是這個設定呢，就剛剛相反了。完全是即是顛倒了大家平時對這個 Batman Beyond 的感覺。是啊，這個真的狂野到一個點。是啊，還有因為 Batman Beyond 其實是一套科幻動畫啦，即係唔單止係英雄動畫啦，因為佢講緊當時係我諗個故事應該發生喺2039咁上下嘅，如果冇記錯，咁變咗到而家嚟講，即係變咗呢一個咁樣嘅裝甲咧，係啊，係好容易接受嘅，係科幻嘅英雄嚟嘅。同埋本身佢套甲都有思想啦，咁啊本身個 story 都有特別講到，即係點樣，即係點解年邁嘅 Bruce Wayne 會真真正正需要退休咧，都真係多得佢唔少嘅。啊！佢呢題我就唔記得啦，講真，我就係記得佢係 Bruce Wayne 係有心臟病嘅，即係又要揸拐杖啊咁樣嘅，所以佢就只能夠退居幕後啦，即係變咗好似係 Alfred 咁樣啦。不過本身 Batman Beyond 都有好多唔同嘅宇宙、唔同嘅故事嘅，咁啊變咗其中一個我自己幾覺得幾得意嘅就係，因為本身呢套甲係即係有 AI 啊，咁啊反而當啟動咗之後，即係連麥嘅 Bruce Wayne 根本就控制不到他，咁啊瘋狂咁喺度嚼人，完全不理呢個 Bruce 嘅傷勢。係，佢成日唔聽佢話。係啦，咁到咁跟住你一完咗件事，佢自己都散曬啦，咁啊冇辦法，真係要退休。好啦，因為今晚太多嘢講啦，我哋即刻介紹下呢個咁正嘅 figure 先。係啦，好正。咁啊，轉一個圈俾大家睇。當然啦，你話係咪就咁企好穩陣咧？我就唔敢講嘅。不過你大家見到我就咁齋企。已經真係有雕像嘅感覺。你好似唔係好夠光喎，係咪？睇下先啦，得唔得？我睇落好似黑黑地咁樣。咁
佢咧誒嗰啲軟嘅部分咧，就係、是、一啲類似鉛嘅。我諗呢種係叫。喂，呢、這個真係諗起都開心。點解我咁中意呢只嘢咧？我真係唔使驚佢爆皮啊嘛，大佬。同埋嗱，留意一下嗱，首先我想大家睇下嗰、那個 pat pat。而家咧 Hot Toys 嗰啲 figure 咧，終於咧做到 pat pat 啦。以前係冇 pat 嘅，啲、即係我其實即係對上玩嗰個好耐之前啦，可能都係內戰嘅隊長咧。啊嗰、那個 pad 位係凹曬落去嘅，冇螺友嘅。佢其實有辣有唔辣啦、啊。本身有螺友 shape 嘅咧、嗯，我自己係中意啲嘅。即譬如話呢一隻Batman Beyond 啦、嗯，另外係即係後期啲嘅 Spider-Man 啦、嗯，都有螺友嘅。我嘅側面打下。係啦，呢啲就叫做起碼係啦，起碼有翻美國人應該有嘅臀部。咁啊 ，American S 嘅，咁啊有翻個內容，因為帽係好外眼。不過反而大髀同呢一個 hip 位咧，你向後咧、就喐有啲頂住嘅。咁後話啦，呢、這個係啦，其實成隻嘢個大髀嘅開動性都係比較低嘅、一來就係嗰個 pat pat 啦，咁二來咧就係佢嗰條褲咧個剪裁係好 fit 嘅，咁就企喺度嘅時候咧就好靚啦。係。即係一啲都冇話多餘嘅布啊，走出嚟嘅。係。咁但係咧，就嗰個大髀個向前嘅喐動咧，都係得幾廿度到嘅啫。嗱，咁啊，我諗花太多唇舌，我即刻直接我諗逐個逐個部分講啦。咁或者麻煩鬆咗個頭先。等你嚟啊！好啦，咁啊頭。本身大家都見到非常之靚嘅，咁啊有呢個黑鐵色嘅淺色打底啦，同埋呢個光澤黑做一個對比嘅。咁當然重點就係一隻好靚嘅鮮紅色嘅血眼，同埋一張非常之俏麗嘅嘴。當然我而家係換咗呢一個面罩，面罩嘴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嘅。我都係啊，後邊就係磁石啦，所以。係咁，耳都換翻個正常嘅嘴俾大家睇，雖然都係黑骨立骨，但我都係中意嗰個面罩多啲，順眼啲，我覺得。好，搞掂。咁啊，頭本身個可動性就係咁多啦。本身呢一個其實係一個膠套嚟嘅，咁亦都入邊有一節嘅頸關節，你可以有限度地。將佢向前同向後，如果純粹就住個頭嘅可動性嚟講，其實係唔錯嘅。好，本身個胸甲都好靚啦，用咗黑色嘅光澤底，再配翻呢一個金屬紅，做翻佢本身嗰個蝙蝠俠個標誌，咁見到係好靚嘅。腹部嘅甲亦都係用咗呢一個黑鐵色反光嘅。見到本身其實側跟嗰啲衫咧係用鉛嚟做。變咗真係唔使驚佢即係咁快會腐爛，即係呢樣嘢我係最中意。好，因為講真，我屋企嗰只Daredevil 啦，放咗咁耐都冇事。咦，恭喜曬！所以都唔係一定爛嘅。嗯，好啦，咁啊膊頭本身呢一度其實會見到係魔術貼，不過我唔建議大家試掹，千祈唔好制。向上其實本身大致上係90度。好慘喎！有師兄話個法令紋似星星，我都覺得係，因為其實個角色應該係後生仔嚟噶嘛，但係佢呢個不過佢跟翻遊戲機，所以冇辦法啦，即係個 game 都冇辦法啦。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做老咗咯，我始終覺得佢呢、這個，不過可能呢個成年版啦。係向前，哦，恭喜曬，好啊，亦都係大概九十度，我塞翻隻手先。哦，你揸支槍，都唔爭在啦。咁啊，見到嘢我已經換咗手。嗯。好多兵器啊！呢、這個喂，其實呢一盒咧，慢慢講，即係1700多啊嘛，正價原價，抵到飛起嘅啫。即係比較喺其他嘅同廠產品，呢一隻係屬於非常之抵嘅。既然我係搞緊隻手咧，我想提一提大家，呢啲位置其實都幾鋭利。當你掹隻手同埋借力插翻入去嗰陣時咧，你係要揸翻呢個前臂。如果唔係你唔覺意咁樣對一對咧，個感覺我相信都幾過癮嘅。好啦，上帝，這個的幅度就大一點，你會見到是 over 90度，roughly 大概是100度左右啦。還有有度好，你不用擔心它會好像即是Spider-Man 那些這樣呢，這裡會接觸，因為它是鉛來的，那可以盡情這樣對接，整件事真的開心翻。有些民眾自然一點。是但它不會裂的，不用怕。當然你說可動性是不是真的很好呢？不是的，但是夠玩。
我係收貨嘅，真係唔係追求可動性咯呢啲，係佢個全身嘅 detail 真係犀利。係腰基本上係唔可以咬嘅向前，重點係因為佢有六嚿或者更加多嘅腹肌頂住，咁所以變咗你冇辦法噶啦，你好難向前咬噶啦。不過，哇！我都幾勇敢啊，其實係咯，係好啦，差唔多啦。基本上夠姜咬的人不多，我是其中一個 OK 的，向後咬是沒問題的，大概腰左右幅度也不多的，因為本身它件衣服會限制了腰的擺幅，不過就沒有特別說回彈的問題，你扯到盡就是因為你的布本身已經扯到盡，咁見到本身佢每一個 armor 後邊咧都有啲帶箍翻實，係、啊、跟足曬，好靚啊！呢只不過都覺得我唔夠姜擦，我唔好擦，真係唔夠姜擦，無謂咗擦嚟做乜啫？好咁啊，丹田嘅腰帶啦，見到本身一啲腰帶嘅袋嗰啲裝備啦，咁都好仔細嘅，就分翻銀色啦、黑鐵色啦，同埋呢一個光澤黑嘅。好，咁啊，腳啦，向前，唔多啦，真系唔多啦。嗱，我唔夠膽再咬啦。冇啦，真系冇。大概70-75度左右，大概啦。向後，見到啦，我已經冇得再喐噶啦。呢個真係你擺啲。企定定啊，或者你可以嗱，佢、啊、因為嗱，即係簡單啲講，極限啦。係啊，真係極限。大髀係佢弱項，佢個 hip 咧頂住啊。咁但係你要有 American S， 你就要犧牲少少可動性。嗯。咁啊，冇辦法啦。大髀完。好啦，咁啊，究竟佢做唔做呢個老江湖嘅姿勢咧？唔好啦。哇！絕對唔係呢回事嚟嘅。不用怕，冇啦，系咁多啦，都有90度，但系即系九十度原因系佢条裤啊拉住啊，拉住啦已经。如果件点会咁靓啫？佢企喺度个裤头位几靓啊？嗰个诶裤浪，个裤浪好靓。我唔够胆再抹啦，极限九十度。同埋呢个料咧，嗰啲纹好自然啊。脚终于有个系觉得唔错嘅感觉啦。同埋我發現咗一樣嘢啊！我唔知道有冇睇錯啦，其他師兄可以你自己 check 一 check 咧。我發覺咧，佢最初嗰個 prototype 咧，個膝頭哥個設計唔係咁嘅。嗯。佢而家呢個咧，個膝頭哥個夾咧就黐咗喺小腿嗰度嘅。咁你扭嘅時候咧，你就唔好撳住個膝頭哥夾喎。睇唔睇到啊？可能黑咗少少。Ricky 試下或者開大少少個光圈啊，會唔會好啲？咁呢個而家佢呢個膝頭哥夾咧，其實就係黐咗喺個小腿夾度嘅，咁所以你屈嘅時候，你唔好撳住呢個夾，你由得佢屈喺後邊。但我見到佢 prototype 咧，好似個膝頭哥夾係原本係黐住喺個膝頭哥度嘅，好似咁後屘佢可能放棄咗啦。咁而家就簡單啲啦，非常靚。所以你小心，因為佢其實係靠條膠帶黐住嘅。如果你撳住佢咧，你會扯斷個膝頭哥夾嘅。係啦，咁啊 ，roughly 就雖然貼唔到啊，但係都係110度左右 ，OK 嘅。反而呢個就有啲驚喜啦。當然啦，擺一啲貼地嘅 pose 嚟講咧，我覺得呢一個腳裸關節係絕對招呼到嘅，因為呢隻 figure 好重啊，係特別係上半身啊，係啊，咁但係佢今次即係我唔知由幾時開始啦，因為我真係唔係 hot toys 嘅專家，但係佢而家已經解決咗我幾年前成日話嗰啲腳踭 figure 腳踭唔夠力嗰個問題，佢而家個 figure 腳踭係好夠力。我唔敢講話佢好實，咁但係我覺得絕對係夠企嘅，係啦。咁啊，向外同向內都水準以上嘅。咁除咗大髀啦、腰啦，係呢兩度個可動性係爭啲之外咧，其實其他位置我覺得都合格。但我覺得你係好難兩全其美咯。你只能夠係件衫貼身，又或者你有可動性。係。咁即係我諗，大家我哋兩個都會認同，就係、是、以呢啲 figure 嚟講咧，我係外形著重。誒、哎，係啊，啱。可動性。如果可動性就玩 SHF 啊，玩其他塑膠嘅figure 咯。係，咁我係咁以執一個好少少嘅姿勢先。係啦，因為我想介紹一下啲兵器啊。兵器好緊要。哇！呢個真係唔講得少。好，咁啊。哇！好多人。OK 嘛？各位好。係，已好多人睇緊啦。200多萬。係啊。
因為啲植嘢真係靚。轉一個圈俾大家睇啊！咁你有冇玩過呢一個遊戲啊？呢個 game 啊？冇。我真係網上睇過啲片咧，咁個啲作畫係好精細嘅。Yeah， 特別係啲 illustration 啊。所以一個佢啦，一個 Spider-Man 啦，本身都真係非常之正。好，跟住麻煩 Ricky 鬆低少少啦。好啦，拎走啲。係咁啊，你大家可以見到本身佢嘅武器咧係多得幾離譜嘅。好多，真係好多。咁啊，一餅嘢真係話仲有添，仲有啲未用曬。呢兩個我唔費事拎出嚟啦，盞搞喎真係。咁啊，見到一啲繩索嘅發射器啦，本身亦都係可動嘅。咁啊，佢有兩條嗰啲。係啦。係啦。動咩喐？可唔可以再鬆近少少？可以啊，可以啊。再鬆近少少，因為嗰、那個。那支發射器本身也是做得很有型的，那個手揸的位置很有型的，而且是動得的，可動的，動得的，因為它是舉起手跟著不知怎樣左右擺的嘛，以前的舊的電影也有的，就是整個 Spider-Man 這樣的嘛，是的，另外可以見回一些蝙蝠錶啦，特別要講就是紅色的那個蝙蝠錶，嗯，因為這個呢其實它是很尊重動畫的設定的，這個是Batman Beyond 的那個標來的，是Terry 用開的蝙蝠標來的，它只不過再加多一些細節，嗯，但是整個外形都是跟回舊動畫的造型的，沒錯，本身的槍也有很多支，是啊，有得玩的，這支槍這個這個會這個看看又得這個看看應該這個看看看不看到啊 sorry 啊，這個咁呢個啊，可以咁樣啦。咁，嗯，當然呢個嘴你可以掹出嚟就加睇先啦。唔係呢個就應該係加呢，這個，有冇記錯？係啦。Yes。係啦，咁就唔用呢個手揸咯。即係佢可以用呢，這個。我諗我意思就係呢一支槍，如果咁樣咧，就可以射遠啲咯。我諗係咁嘅意思咯。咁啊，揸前邊啦，就變咗。大概係咁啦。係啦，因為我用咗支叉槍手喺另外，這個就揸標手啦。在這裡，哎，哇，這個反而是最常用的，是的，是的，槍多到都真的看不完，這個都未介紹，都是另外 一支的 injection 啦，我這個可能射不知什麼彈出來，可能是催淚彈或者煙霧彈那些。好了，那最後好怎麼都要玩完這件事，好大塊券啊，因為時間關係，我已經裝組好嘅，咁啊，本身由三個 pass 組成啦，蝙蝠翼前面塊甲同後邊塊甲嘅，本身唔可以喐嘅 ，fix 嘅。不過當你裝咗上去背脊，咁就起咗中間嗰個背脊骨嗰條甲嘅嗰塊甲仔，睇唔睇到啊？可能你唔就手啊，我得唔得？都得，點？係啦，撩起佢就得噶啦。跟住裝嗰，那個呢，這個設定咧，我有啲咁多失望咯，因為動畫入邊對翼咧，應該係紅色噶嘛，係，即係正面係紅色噶嘛，背脊背脊黑色，冇錯。咁佢呢個就全黑，我覺得我中意紅色多啲，勁啲我覺得。頂你！咁呢個真係一個畫牆嚟，黐乸線，好型啊！哇，真係！佢呢一個系列就已經出咗兩隻 Batman 啊，一隻就係金黃色嘅，嗯，一隻就都係紅色嘅，係啦，但係。呢一隻係最型咯，我覺得。同埋本身個設定都靚咧，型得不得止啊！我唔怕佢會爛啊嘛。Relative。因為另外嗰兩隻嗰個料得人驚啲嘅。係啊。呢個料就一世無憂啊！好，咁啊，今次玩住咁多先，我哋今日好多嘢啦。多嘢啦，唔好意思啦，仲有少少啊，呢度有個蛋嘅。係。唔招呼你啦，係啦，呢度有個唔知咩炸彈之類啦，咁係啦，咁呢一件我係非常之推介俾大家，跟住又話我係 Hot Toys 打手啊，我好後悔冇訂啊，呢只真係正，真係好後悔冇訂，轉頭見，踎低少少先，耶，要自己做自己導演喎，好拍硬檔，有冇邊位可以幫手？啊，導演要撳咩掣啊？唔該。停止錄，我轉咗 OP 噶啦。
停止錄製，轉頭見啊各位。